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国家武装力量的名义接受检阅。总司令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举行阅兵式。之后，朱德下达阅兵命令，开始进行分列式检阅。这也是中国唯一一次以海陆空顺序进行的检阅。1950年后开始的历次国庆阅兵都是按陆海空顺序出场。在海军和步兵方队之后，由野战炮、榴弹炮、高射炮和各种坦克组成的战车方队试过。大量的日式装备，是吧？在抗日战争期间缴获的，啊，这些，然后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话，就从国民党手上缴获大量的美式装备，还有第三部分是什么？是国民党那时候国产制造，像汉阳造、790步枪，我都扛过，是吧？790、380我都扛过。当战车方队进至天安门广场时，以9架 P-51 型野马式战斗机领头的解放军空军飞临天安门上空。我们的军队的战斗力，作为陆军来讲，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属于第一流的了啊。但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的海军、空军啊，其他一些特种兵各方面来讲，那倒是没有办法比。但是武器装备系统方面来讲呢，应该是第二流的。就是这支使用万国牌二流武器装备的队伍，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倒了土豪劣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胜了800万用飞机大炮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更从游离分散的工农游击武装成长为一支规模庞大、攻防兼备的正规军事力量。1948年11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成为这支正规军队的统一称谓，并于1949年2月至6月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编，全军共编成4大野战军、17个兵团、57个军、188个师，全国划分5个一级军区，总兵力超过400万人。分成了野战军以后，它的战役任务的区分啊，就比较能够方便。你比如像一野主攻西北，是吧？二野主攻华东，这个三野可以直插这个福建、华南，四野就整个直插广东、海南岛这样。为了实现境内国土的全部解放，毛泽东下令各野战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展开战略追击和围歼战。虽然各地捷报频传，但在台海战场上，解放军曾遭遇过一次出乎意料的失败。这可以说是国共内战以来共军最大的战败，就是古宁头。1949年，1949年10月24日晚，解放军28军第一梯队以近10000兵力，依靠200多艘登陆船和火炮支持，渡海进攻大金门岛。眼看着这第一批上去的3个团，9000多人来，3天3夜被全军覆没。由于所有船只无一返回，第二梯队援军只能望洋兴叹。尽管战前解放军已有周详准备，但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第一个就是情报信息，及时的战场的及时的情报信息不够，掌握的不够。你不，当时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对方的兵力突然增强，原来只有12000人左右，结果的胡琏这个兵团一下子在金门岛登陆一下，兵员增加到40000人。这个时候呢，这个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就不行了。第二个，在战术运用上也是，渡江作战跟渡海作战所需要的两栖的登陆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至少你的潮汐要算得准啊，风速、海象、各种的情况都跟江面是完全不一样。第三方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方面就是比较单一，兵种比较单一，制空权、制海权不在我们手上。10月27日，战役结束，解放军登陆部队大部分阵亡，仅存投降者3000余人，
国民党伤亡人数超过3500人。荆门一战失利的教训让解放军深刻意识到岛屿登陆作战的特殊性和加强海空力量的重要性。这地方呢，我们经验教训总结上总结得非常全面，有专门的这个文件、专门的著作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荆门岛这个战役失败以后，后面几次登陆作战都打得非常好。到1951年12月，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外，全国均告解放，人民解放军基本完成了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国防任务。军事任务取得胜利的同时，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经济的恢复生产也刻不容缓。1949年底，毛泽东提出要求，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也是一支生产军。大批部队随即向天山南北、渤海湾、松江大平原等荒僻原野开垦进发。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战后恢复建设，毛泽东于1950年6月30日正式向全国发布裁军150万的决定。到1950年底，全军共精简94万余人，而海空军和各军兵种机关及部队兵力增至61万人。不过此时国际社会并不太平，朝鲜半岛已经硝烟再起，美军第七舰队也开进了台湾海峡。迫于愈演愈烈的朝鲜战局，有40万新兵应招入伍，并组织了80万地方武装补充部队。至1951年12月，全军总人数增加到627万，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除了步兵以外，有炮、装、工、通、化，全有了。建国5周年国庆阅兵，陆海空三军由多兵种编成，共10384人接受检阅。这是解放军骑兵最后一次参加受阅，其战斗功能逐渐为摩托化、机械化部队所取代。经过2年多的时间，到1954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完成了60个整编师的计划。旧的杂牌武器装备也替换成了行进在炮兵师之前的重迫击炮和跟随其后的反坦克炮、火箭炮、加农榴弹炮、重型及中型坦克等。同时由一架图-4重型轰炸机和2架米-15歼击机护航，总共111架作战飞机组成的航空兵部队也飞临天安门上空。这个阶段是一个中苏的在军事领域合作里面的一个蜜月期，所以在54年的这个国庆大典上，自然而然的就会反映出来大量的苏式装备。据统计，1951至1954年间，苏联有偿向中国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和36个师的轻武器。与往年不同，这一天是由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的阅兵命令。而国防部则是在3天前的9月28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同时诞生的还有第一部宪法，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这个国防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它是一种叫做国防咨询一个机构，我们国家最高层的一个咨询机构。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呢，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么一个机构，是我们中共的一个军事工作部门，它是个最高决策机构。而国防部呢，它是一个国务院下面的一个政府部门，它的有些有关军队建设方面一些问题吧，涉及其他部门的时候好进行协调。虽然国防部没有实际指挥权，但首任部长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毋庸置疑，而与他在观礼台上谈笑风生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第一次受邀参加国庆典礼，与战场上的运筹帷幄相比，两人此时的笑看风云看似淡然，背后却承载着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1950年10月19日，联合国军攻克平壤，逼近鸭绿江边，中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参战不到一年就扭转战局，将战线重新打回了三八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伤亡超过40万人。虽然我们损失不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在采取这个举国一体的这种这个体制力量来支援这个抗美援朝，当时连这个飞机大炮都有捐献。中国当时以兵员轮战的方式参战，在朝兵力最高时为130万人。虽然是中国人出力，苏联出装备，但每年的战争都几乎消耗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让本就经历年年战乱、百废待兴的新生政府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不过最终，志愿军官兵不辱使命，除了再次证明不容小觑的陆军实力外，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临危受命，共击落击伤330架敌机，战绩不菲，打破了美军所谓这个制空权，绝对的制空权打破了。总体的素质来讲啊，这个水平达不到西方的那种水平，但是谁要是敢欺负，谁要是敢挑衅中国的军队，那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尽管东北边陲鏖战正激，但在东南沿海战备工作也始终没有丝毫的松懈，解放军中攻打金门血洗前耻的情绪依然高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因入朝作战而被搁置的攻打台湾的计划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1954年，在前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周恩来第一次以五大国外长的身份出现在日内瓦召开的外长会议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而这一年的中国国内，由于有了苏联的鼎力相助，第一个5年计划也已经顺利展开，国民经济已经克服了建国初的动荡和困难，一切都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订，那对新中国来讲是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1954年7月21日要求这个人民日报发个社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1954年9月3日，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炮兵用猛烈的炮火轰击金门，第一次台海危机拉开了序幕。1954年12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军还将继续在台湾海峡加紧部署军队，蒋介石更是靠着美国援助的装备重新把数十万的军队武装到了牙齿。为了夺取浙东沿海国民党军占领的岛屿，解放军以其指挥中心和防御重点大陈岛为目标，并在1955年1月18日集中进攻大陈岛的前沿据点伊江山岛作为突破。华东军区部队发起的伊江山岛总攻也是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而由于战前已经夺得了战区制空与制海权，国民党的海空军当天并未出动。就是我们的损失非常少，一下基本就是全歼了1000多人，消灭了500人，俘虏的500多人，这样的打得非常漂亮。就在解放军炮击金门和占领大陈岛之后，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美台防御条约本将金门马祖排除在外，但蒋介石却源源不断地向两地增兵。为了利用台湾这个战略基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终同意，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毛泽东看出了美蒋之间两者的不和谐，利用这一有利因素，他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开始了新的思考。在深谋远虑之后，毛泽东提出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和平的思路。1955年呢，成为这个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955年以后，主要考虑用政治方式解决，军事上是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其实这个政策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诚意，蒋介石并不买账。他表示绝不会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还再三重申绝不放弃反攻大陆。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军事备战，频繁组织军事演习，
空军还连续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并派遣了不少特工人员潜入大陆刺探军情。台湾这个方面呢，对于大陆的这个和谈建议呢，始终又是不接受，所以毛泽东呢，从1957年年底就开始考虑，是不是再采取一点军事行动，但是他的目的还是用军事行动啊施加压力，还是促成政治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面对蒋介石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说：“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1958年8月23日下午6:30，福建前沿阵地万炮齐鸣，大小金门、大旦、二旦等国民党占据的岛屿遭到猛烈的轰击。三天之间，10万发炮弹倾泻在这块只有178平方公里岛群上。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死伤超过3.6万。此后至11月的数十次大小炮击中，解放军共发射炮弹8万余发，进行了13次轰炸、3次海战。期间，国民党也以10万余枚炮弹展开反击。美军第七舰队介入，并扬言要使用核武，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之后，解放军改变策略，实行每月单日炮击、双日不打。双方未再有大规模炮战。823炮弹应该来讲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所以毛泽东也允许这两个岛存在，代表说这个几代还是存在的。我们之间的斗争呢，不是两国的斗争，是一个内战的延续。那个老蒋就讲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老蒋不愿意撤守金门跟马祖，有他这方面的考虑。823炮战的直接导火索被认为是万里之外爆发的中东危机。当时黎巴嫩的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也发动了民族革命，美英西方以稳定当地政局为由出兵黎巴嫩和约旦。而为了转移美国的视线，以实际的行动支持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斗争，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事实上，中国当时的海空部队还不足以与美军在台海抗衡。823炮战是希望透过有限的军事行动警告美国，也想摸清楚美国协防台湾的底线。同时，毛泽东需要利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用军事动作来牵制美国。于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苏关系进入到蜜月期。当时的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为中国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恢复建设的时期。而解放军自身也开始了一系列动作，加强正规化的建设和发展。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出台，义务兵役制取代了志愿兵役制。同年开始实行军衔制，授予10大元帅、10位大将，结束了解放军有军无将的历史。同时，从1952年1月开始，中央军委进行了连续3次大裁军。到1958年，解放军实际减员371万，总兵力240万。而按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的建议，到1958年底，国防军费开支由建国初占财政支出比例的43%下降到了8.9%。就在1958年国庆阅兵后的一个月，志愿军最后一批士兵撤回了国内。人们为了再次解决外患而欢欣鼓舞，也曾以为这就是结束。但是，潜伏在边境的真正危机才刚刚开始。建国10周年国庆阅兵在修整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由庐山会议后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和阅兵总指挥杨勇检阅了三军部队，并发布阅兵命令。国产武器的亮相成为这一年的最大看点，步兵们手中握的是中国自制的56式半自动步枪，而在其后6种型号的火炮中有5种是自行制造。装甲兵方队装备的是中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中型坦克。
在由155架战机组成的空军方队里，也出现了中国制造的歼五歼击机梯队。毛泽东与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虽然满面春风，但毛泽东的心里并不痛快。一方面是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则是原本答应给予核武器技术支援的苏联突然变卦。而就在阅兵观礼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支持。毛泽东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强自治，加强自研，很重要。就是60年代初，中苏的这个蜜月破裂了。1958年，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幽默地说，原子弹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自此，中国开始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于1958年10月成立了第一个导弹营。但在2年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他们完全是要把中国控制，在他的控制之下，你说什么联合舰队啦，是不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主意。这个而我们呢，主张是各个国家的党和各个国家的政权、政府都应该是独立的，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点上的想法不一致了，对吧？不一致了，那就是中国不听话，对吧？不听话怎么办呢？把你撂一边去吧，对吧？所以撕毁协定，撤退专家全来了。当时有外国人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而毛泽东则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62年2月，中央军委确立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谁也不能靠，靠谁？西方不能靠，苏联不能靠，靠谁？靠自己。4321起爆。2年08个月后，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研发两弹一星期间，中国的导弹核武器技术也取得突破，并于1966年成立了第二炮兵部队。战略威慑作用，对我们提升我们国家的地位和增强我们国家抗侵略、抗挑衅的能力。不过，这种威慑力还没来得及体现，解放军就在中印边境遭遇了一场反侵略、反挑衅的自卫反击战。从1950年代开始，中印边界就纷争不断。1959年，积怨终于爆发。西藏叛乱，以后呢，达赖流这个逃亡到印度去，这背后印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印度在边境上屯有重兵，而且呢，就是不断地进行蚕食。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停止呢？对不对？应该有一个重击。1962年10月20日，印军20000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军边防部队展开反击作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入西藏克杰朗、达旺等地的印军。而在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建议后，11月中旬，印军再次向中国发起新的军事进攻。解放军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至21日，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等地区的印军，歼敌8700余人，并向南挺进到距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但很快，中国军队返回到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并主动后退20公里。后撤呢，是
寻求进一步的和解，通过和平方式把边界冲突给解决掉。我们就是撤退，就是一个行为，就是说明中国呢并不是想打你，并不是想通过武力来教训你，也不是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的冲突。这次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宣告结束，在给两国人民带来痛楚的同时，也让中苏之间越走越远。这场战争和同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了中苏关系公开决裂的标志。从1966年就开始就摩擦，摩擦好几年了。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啊，反正这个边防线上就出问题了。这个边防线上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这个晴雨表啊。两国关系好不好，边防线就反映出来了。据中国边防部队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8年2月，苏联边防军单方面挑起的各种边境事件高达4180起。而自1967年起到1969年2月，苏军16次登上珍宝岛，阻挠中国边防部队上岛巡逻。对于苏军的挑衅，中国军队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但对方毫无收敛。1969年3月2日和15日，解放军边防部队与上岛的苏联边防巡逻队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和火箭炮，而解放军使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最终挫败了苏联的进攻。事件之后，苏联一度扬言要对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和重要工业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并于同年8月再次入侵新疆玉明县铁列克提地区，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38名。9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面，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自此，中苏间边界对抗的紧张局势才稍有缓解。但到了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加速拉拢越南，促使其投怀送抱。而越南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则频频袭扰中国边境。1978年11月，邓小平曾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进犯柬埔寨，并且轻易得手。之后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在这个期间，我们打越南，尽管越南和苏联有军事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缓和了，那美国在外交上又确保了中国能够打越南的时候，在国际社会当中对他进行一个军事上的或者是道义上的声援和保护，这使得中国在那个期间呢解决了很多后患问题，才开始发动这场战争。1979年2月17日凌晨5时，至少30个师的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与躲藏在防御工事中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越军展开激烈交战。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教训越南，使其收敛扩张势头，客观上支援遭受越南侵略的柬埔寨。在2个星期的战斗中，越军普遍装备 AK-47 冲锋枪，而解放军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而除了装备不占优势，解放军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展开人海战术的作战方法也遭遇到严峻考验。而参战士兵缺少实战经验和高级参谋人员年龄相对老化，以及协同作战水平都成为中国军队暴露的主要问题。最终尽管解放军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攻占了3座省会城市。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比较强度高的时间久的战争，不可能。3月5日，中国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宣布从越南撤军，此后的作战行动又持续了10天，中国最终于3月16日完成了从越南撤军。
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描写的正是30年前那场中国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海外称为中共惩越战争的战事。当年的战争悲壮而惨烈，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军队到今天为止最后一场实战，不过对中国军队而言却是一次惨胜。解放军在人员伤亡、设备损坏、官兵士气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战斗当中暴露的就像是战前估计不足、侦察手段落后、武器弹药故障频出等问题，也使解放军的整体战斗力一度遭到质疑。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和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政局密不可分。鉴于60年代以来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军委逐渐确立备战整军的指导方针，解放军加紧了军事和战斗训练。然而到1964年底，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指责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是一种不好的苗头，指出突出五项政治原则作为1965年以后军队工作的方针。在中共九大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问题被正式向全党提出，部队的组织编制曾一度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军队员额持续扩大。至1975年，总兵力再次超过600万，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支的42.9%。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在1972和1973年对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任务，初见成效。197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开始主持党政军工作。而1959年的国庆10周年阅兵，也成为了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阅兵。本位必须庆祝建国35周年，守人部队列队完毕，亲笔签约。国庆35周年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检阅部队时，改变了往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阅兵口号。同志们辛苦了！开始了！开始了！呼救！在这场久违了24年的阅兵典礼上，陆海空三军共10380人参加受阅，其中女兵和武装警察部队都是首次亮相。而此次阅兵以受阅部队横排面25人的规模创造了世界之最。同时接受检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都是中国自行制造的，其中有19种是新式装备，如火箭炮、火箭布雷车、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等。这四种装备全部都是本土防卫型的装备啊。在由轰六、强五、歼七等117架作战飞机组成的4个飞行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时，12辆巨型牵引车载着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公开亮相。我觉得它的意义是政治上向美国宣告，中国即便经历了10年的文革，百废待兴，好像随时可以被欺负，但是他告诉美国，你别忘了我们还有战略核武，起威慑作用，你别动我，你动我那我就打出去了。当然，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战略导弹部队还无法与世界先进水平真正同步，就是我们的射程和命中精度还有就是可靠性方面还有很大提高的余地。但它和阅兵式上的所有国产武器一样，见证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起步与发展。60年代中，中国国防工业开始提供陆军大部分装备，而海空军装备的国产化则始于70年代中期。到1975年，71%的主战坦克和战车，
75%的作战飞机和100%的枪械、通信防化设备、舟桥器材都是自行设计生产，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是立足自力更生的数量增长难以与品质提高完全同步，尤其在一些瓶颈和关键领域，使得对外军备交流与合作成为必要选择。特别是武器装备系统来讲啊，是几条腿走路的，一个是以自研为主，但是光关起门来自研是不行的，国际上有很多先进的一些技术需要学习。中国同西方的军事进口及合作始于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随着中美之间蜜月期的到来，尤其在1982年达成817公报，将美对台军售限制在防卫水准后，中美军事交流逐步展开。1984年，中国从商业管道购买了价值1亿美元的24架黑鹰直升机，也于同时期进口了 MK46 鱼雷、陶式反坦克导弹和小鹰对空导弹。但总体而言，交易规模并不大。后由于政治原因，中美之间的军事交往在80年代末暂时终止，而苏东巨变却为中俄间的军备交流带来转机。有数据称，1992年之后，中国共计采购了76架苏-27歼击拦截机、100架苏-30多用途歼击机、4艘导弹驱逐舰、12艘常规潜艇和多套防空导弹系统。而在引进技术及装备的同时，中国的武器外援和出口交易也逐渐成型。早期主要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提供小型轻武器，多为前苏联武器的仿制品。80年代开始向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提供包括榴弹炮和军用运输车在内的军售产品。目前中国也还是这些地区国家的常规武器供应商。无论在任何阶段，中国进出口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以防御性常规战术武器为主。中国至今仍然坚持自先秦以来就信奉的以戈止武的原则，也从不讳言出口武器的确可以用于战争，不过就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安定，维持地区军事力量平衡，防止战争的发生。这样的和平意识和安全观似乎可以为邓小平提出的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提供注解。在邓小平起伏涨落的政治生涯当中，始终以提高军队的质量、增强战斗力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要求军队要忍耐一下。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否认军队在中国的重要性，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而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一直有他的军事坚持。1984年，的阅兵的政治意涵远远高过他的军事意涵呢。1982年12月，目前中国的现行宪法82宪法的第一版出台。规定由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而非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一年后的6月18日，邓小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过这一次并不是邓小平第一次举行阅兵。1981年9月19日，就在华北大演习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身着军装，检阅了陆海空三军组成的53个地面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因为文革荒废了10年，所以他要透过这次的阅兵去抓一下军队的这种军心。1975年底，随着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运动推向全国，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1977年，恢复军委工作后的邓小平立即着手军队整顿，加强战斗力训练，并继续展开精简整编，为军队消肿。
1980年十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代号801的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上，邓小平提出去掉诱敌深入，确定积极防御的四字战略方针。1981年9月14日，代号为802的华北实兵大演习拉开帷幕。这是一次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内容包括模拟集群坦克进攻、空降与反空降、陆军师兼顾阵地防御、战役预备队反突击等。参演兵力有陆军、空军、航空兵和保障部队，共114000余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27辆，火炮1541门，飞机475架，成为建国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就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上，我们军队啊有自己的责任，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宣布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万的决定。当时小平怎么分析的呢？随着和平力量的发展，认为短期内世界大战不会打起来，我们用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重心转移，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一个决心，把军队建设100万？这个建设100万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的是，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次裁军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撤销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和昆明军区，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同时削减了大批武器装备。它是减肥哦，不是减肌肉。军队的总量减少了，但是它军队的机械化的含量是提高了。至1987年，解放军总兵力缩减至300万，国防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9年的18.5%降至8.6%。宣布裁军的1985年，正好是世界和平年。百万大军卸甲归田，挥别的不仅是军旅生涯，还有一个时代。而从不爱红装爱武装到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普通百姓对军装率的羡慕与向往，似乎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离去而悄然褪色。但80年代末的风云突变和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却让人们尚未完全放松，再次紧绷起来。建国50周年的世纪大阅兵，是10年前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同志们好！文件是开始。11000多名士兵和400余台重型装备编成17个徒步方队、25个车辆方队参加受阅。其中步兵方队下降为2个，装甲兵、炮兵等高技术兵种占70%，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都是首次亮相。歼击机、轰炸机、直升机等9个机种、15种机型，共132架飞机，编成10个空中梯队，从不同空域飞临天安门上空。其中由2架加油机和4架受油飞机组成的第三梯队成为最大亮点。它竟然有加油机出来了，这代表说你的空军已经可以进行远程的兵力的投射，
那我们就代表中国的空军已经开始可以攻防兼备。作为压轴出场的是由27枚不同类型导弹组成的四个方队，而众人瞩目的焦点无疑是队列最后射程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它战略导弹、战术导弹也都出来了，东风这些也都出来了，代表它核常兼备。在受阅的42种大型装备中，95%以上是新装备，而且绝大部分是中国自行研制生产。那1999年的阅兵呢，就向世人展示，中共的国防已经进入了机械化的时代。其实，早在1955年4月，解放军就组建了第一支由机械化步兵、坦克兵、炮兵和高炮兵等兵种组成的合成战术兵团——第一机械化师，后于1961年被改编。1983年12月，机械化步兵师再次组建，并于第二年4月开始组建机械化集团军。当时的陆军也是迈向集团军机械化试点的第一年，也是1985年。1985年，陆军第38军作为试点改编为重装集团军，目的是要把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炮兵、防空、工兵、通信、防化以及其他勤务保障，包括直升机部队整合起来，形成地面突击、火力支援、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四大作战力量。第二年秋天，第38集团军在内蒙古进行了一次实兵大演习，合成从此时起成为了解放军使用频率最高的军旅之一。之后，除了陆空协作训练区的出现，海军也开始了远海合同训练。1991年波湾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就已经看到这场战争是一个高科技的战争。这场曾被认为是第2.5次世界大战的沙漠风暴，美军的远程空军和双方投入的精确制导武器，让中国意识到技术落后就要挨打。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评估了教训之后，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在1993年，他把军事战略的斗争的准备的基点，以前叫做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全面战争，他把它改成应付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之后，军委提出强调科技强军战略思想，大力加强海空军和二炮部队建设，并针对未来战争准备时间短、进程快、出战及具有决定性胜败意义的特点，把由军区机关直接指挥的特种兵部队编入到集团军战斗序列。1994年10月，驻香港部队正式组建，这是解放军历史上首次采用陆海空三军合成编制的部队。在编制改革和加强战斗力训练的同时，解放军于90年代中后期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针对性演习。我们的判断是，之后的那几年的演习通通是检验性的演习，那恰恰在这段期间发生了96年台海危机，刚好整个时间撞在一起。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并宣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最高潮是在1996年的3月，中国在基隆的外海跟高雄的外海先后发射了4枚东风15的战术导弹，这是第一次。那一次我们就发现两岸的军力已经失衡了，大陆已经有战术导弹了，这个战术导弹是战术的弹道导弹哦，台湾没有。这个弹道导弹打击台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防御的能力，
但是问题是，这个分水岭只限于在导弹领域。除了导弹演习，解放军此后多次在东山及闽浙粤沿海地区举行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出动导弹旅、两栖坦克旅、海军陆战队、潜艇、驱逐舰、歼击机等先进设备，以电子对抗、渡海登陆、反击打援为主要内容进行实战演练。中国在90年代后期、20年代初期的演训，自空自海它有进步，协同作战、联合作战它也有进步，但在自电作战方面呢，我们还看不出来它有明显的进步。因时而谋，顺势而动，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路调整上显著的特征。而有西方军事界的专家就提出，这是中国针对世界军事革命的深远影响而被动做出的应对的措施。不过在变和不变之间，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军事原则，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并没有被世界的军事强国远远抛离。如果说90年代的隔岸观火的海湾战争，美军的数字化精确打击还只是让中国军队对现代战争猛然乍醒的话，那么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就成为了尖锐刺耳的预习警报，因为它让中国的民众和中国军队体会到切肤之痛。据军事专家的分析，1999年5月7日晚，被称为黑蝙蝠的 B-2 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飞抵贝尔格莱德上空，从不同角度连续向中国大使馆投下了5枚 GPS 制导、重900多公斤、穿透力可达80米深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我们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个挨炸的时候，这炸弹就集中制导出来，属于精确打击武器。一向以打击目标精准著称的美国空军，最后坚持是使用了旧地图而误炸的说法，但其背后动机引来各方猜测。英国有媒体指，这根本是一场蓄意的战争行为，让中国觉得战争离中国不远，而且战争的形态、它的合法性啊，发生了改变了，不一定是为主权而战，强国可以用人权而战。两年后的中美撞击事件再次成为中国的安全预警。去年美国曾公开宣布，当年发生撞击事故时，美军的 EP3 电子侦察机是在对海南一处正在建设的中国海军基地进行侦察。这个敌人的侦察电子侦察飞机已经飞到我们的鼻子跟前了，对吧？这是一个电子战、信息战的问题。有分析认为 EP3 撞击事件的背后是美国希望试探中国的军事信息技术水平，而中国在事件上的据理力争也反映出对信息战较量的重视。所以这两件事情让中国觉得有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因为最后是以实力来决定胜负。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美军以信息和情报为主导，展开信息攻防、实时全频谱控制、联合对地攻击、网络中心战和精确闪击战，让解放军再次明确，信息化才是加强国防力量的主要途径和未来战争的制胜关键。也就在同一年，江泽民继1997年宣布裁军50万后，再次提出裁减员额20万。这个数据要的是不是规模了，要的是这个质量。当时提出来嘛，由数量规模型向这个质量效能型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的这次裁军与前几次相比，更加瞄准了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的特点和需求，强调精确作战和保障，实现军队的一体化集成。到2006年底，裁军20万的任务基本完成，军队总规模保持在230万人。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开始。
新世纪的首次国庆阅兵典礼，胡锦涛乘着国产红旗轿车，沿着焕然一新的长安街检阅了三军部队。分列式开始。此次阅兵，徒步方队减少为14个，由身着07式新军装的80及90后士兵担纲主力，其中具备37作战能力的特种兵部队首次亮相。而同样是首次出现的三军女兵方队，以别样的风姿成为众人焦点。在由52项国产最新武器组成的30个装备方队中，打头阵的是99式主战坦克，跟随其后的空降兵战车和武警雪豹突击队装甲车都是首次登场。而除了无人侦察机和后勤混编方队，长剑10陆基巡航导弹、东风21丙常规导弹和东风31洲际导弹联袂上演了压轴大戏。同时，在呼啸而至的12个空中梯队、151架飞机里，空警2000预警机、歼10和歼11B 歼击机以及5-9武装直升机如愿登场。最后，由首次参加受阅的女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教练机拉出彩烟图案，完美谢幕。除了此次陆空及战略导弹部队的惊艳亮相，中国海上力量的展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精彩上演。海军建军60周年庆典，军委主席胡锦涛身着黑西装，戴着白手套，在石家庄号阅兵舰上检阅了由25艘舰艇、31架飞机组成的4个舰艇群和9个空中梯队。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核导弹核舰艇，因为它是我们3位一体核威慑力量的核心。它打发射出的导弹，可以用我们像按巨浪二号来讲的话，可以到8000公里以上。你会发现水面、水下还有空中，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它大型的登陆舰，这个我们很关注。它代表什么？代表如果南海、东海岛屿之争必须要用武力的时候，中国有能力有效进行兵力投射并行占领。同志们辛苦了。这次中国海军的亮剑行动，有媒体解读为是针对不断升级的南海危机严正立场，表明中国海军维护海洋国土和权益的能力、信心和决心。2009年，南海争端逐渐明晰和公开化，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纷纷向联合国提交南海划界方案，同时利用特种兵、轻型舰艇加强控制各自所占岛屿，国际法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而在争议海域的中国传统渔场里作业的普通渔民，成为了危机的直接受害者。南海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作业是没判什么罪的，那个他们都用军进来，抢我们的东西了，打伤我们的人，中国也要用军舰来保护我们。我估计中国现在在南海啊，会强化的战力。你注意发现，现在南海舰队大量的补充南海舰队的兵力。从2005年起，南海舰队陆续装备了至少3艘039型常规潜艇和6艘经过改进的零级潜艇。2006年以后，091型攻击核潜艇与俄制基洛级潜艇开始进驻海南岛，最新的094型战略核潜艇也不时亮相。而中国海军最新服役的8艘驱逐舰中，也有半数归南海舰队指挥。中国官方现已明确，南海与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一样，同属国家核心利益，拒绝对他国进行任何妥协。但南边的争锋还正持续焦灼，东部海疆又再起风波。2010年6月30日至7月5日，解放军东海舰队在舟山至台州以东的东海范围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更有日本媒体报道称，7月4日，中国一艘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穿越日本冲绳的宫古海峡驶入太平洋，而广州军区据称也有数十架战机演练了低空掠海、长途奔袭远海目标。这一系列动作的时间点恰好与此前美韩原定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的时间相近，亦是引来外界的广泛猜测。我们看到中国非常坚决地进行了一个实弹演习，这是罕有的，以前只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势才会做出这种
这种那个实弹演习。所以美国那么收到了这个信号以后，他可能就已经明白了，那么下一步在黄海是否再继续演习，规模有多大已经不重要了，对他来说。7月25日，多次推迟的美韩联合军演不屈的意志，最终在日本海附近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演练，共出动20艘舰艇、200多架飞机以及8000多名陆海空三军人员。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F-22 猛禽战斗机和亚洲最大两栖登陆舰独岛号都参与其中，规模创下历年之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的军用舰机在黄海及其他中国的近海从事影响中国安全的活动。就在美韩军演登场的同一天，南京军区炮兵部队在黄海附近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远程火箭炮实兵实弹演习。此次使用的国产 PHL-03 式新型远程火箭炮，在部署为岸炮时，可以对附近海域的舰艇目标进行火力拦截，具有强大的滨海作战能力。中国的海域很广，维护我们海洋的权益，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深之责。除了海权交锋，中国西南疆界的陆地安全隐患也日益凸显。由于这次演习的时间正值中国新疆75事件一周年，所以外界揣测说，这是针对疆独势力的一次联合反攻演习。就在中巴联合演习期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到访中国，这是他上任19个月来第5次访华。一时间，有关修建中巴直通铁路和核技术合作计划的说法也甚嚣尘上。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中巴军队之间的亲密的这个密切的合作关系，印度和美国看在眼里，恐怕也不会无动于衷。50多年来，印度不断向藏南地区增兵，投放了近1/3的全国兵力，意图增加在中印边界谈判，特别是在东部划界问题上的砝码。近年来，印度军方开始在印方控制区大规模修建战备机场、公路、永久工事等军事设施。有印度专家就提出，虽然现在中国空军可以通过数量优势保持战略力量平衡，但印军苏-30战机不论在电子装备、相控阵雷达还是矢量推力发动机方面，都优于中国苏-27战机，而其总体实力将在10年内超过中国。虽为一家之言，却也再次表明制空权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重要性。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中国空军目前拥有近40万的兵力，总体实力位居世界第3。其正式列装的先进战机包括购自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和苏-30战斗轰炸机，国产歼-10及歼-11系列战斗机和歼-7飞豹。西方军事研究机构评估，中国拥有这些第三代战机超过400架，更预测未来20年，中国有可能装备国产歼系列四代机近200架，从而在亚太地区拥有与中国国力相称的空中力量。中国是已经是很大的包容度、忍耐度啊！你看看我们周围，我们很多的国家利益被别人侵占了。和平我们希望追求，但和平不意味着永远的牺牲。这就希望世界正确看待中国的这个力量发展。就在日前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称，解决南海主权争议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事后遭到了中国外长杨洁篪的坚决驳斥，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干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的海权角力也从黄海蔓延到了南海。有军事专家说，不光是美国在第一、第二岛链对中国进行围堵，一些西方国家也在中国的周边摆点布阵，抢占战略支撑点，从而形成对中国的满月形的包围圈。中国必须要提高警惕，而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争锋焦点和问题，和不断抬头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一样，成为对中国国防安全、外交战略和中国军队实力的严峻的挑战。新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国力迅速增长的10年，也是中国军队转型最为关键的10年。回顾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已经是有目共睹。不过在科技强军和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提出把应届大学生包括在校学生作为征兵的主体对象，这是自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首次不再列入平时征集范围。
而为了提升学历标准，兵役机关甚至放宽了对视力、年龄等身体指标的要求。高技术战争也好，信息化战争也好，他需要高素质的军人，这是客观的需求。同时，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军民结合、育军于民的人才培养体系，军队相继与117所地方高等院校签约培养国防生。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人事调整也开始不拘一格，吸引社会高层次人才到军队工作。在注重人才培养的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军队的后勤生活保障也逐渐改善。解放军先后五次提高基层官兵的伙食费标准，军官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增加了40多倍。不过与英美等国军人的薪水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世界的平均水平啊，每个国家的军费在 GDP 里的总量啊，平均水平是2.6%。西方国家的军费是占它的 GDP 3%，我们台湾现在是2.9%多。2010年，中国国防预算为5321.15亿元，比2009年增长7.5%，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4%。尽管国防费用增幅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增加开支也主要用于提高官兵生活待遇，但还是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密切关注。Worrisome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increasing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y to attack Taiwan, and their military ability to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or Japan should we in some way get involved. I think that most countries that undergo economic expansion do tend to increase their defense budget, and I think there is scope for China playing a part, as it has done in som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We need to look at what it can bring to a table and what it can do there. 自1990年以来，解放军共参加2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5000多人次，完成扫雷、工程建设、医疗救护、运输保障等多样化任务。既然我们党、我们国家向世界承诺是和平发展，那自然这支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2009年10月1日，整装一新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以威武雄壮、恢宏庄严的表现，再次接受了国家的检阅。坚持积极防御和永不称霸的人民军队，也再次向世界传递了开放而自信的中国声音。接着为你播出《太太乐美女私房菜》。